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到了尔湾 Solis Park， 来看一个低价位的全新的联排别墅。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呢，就是小学和初中的位置，而高中呢就在这个样板间的右侧。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个三层的联排呢，一进门左手边就是一个卧室加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并且车库呢也是在这一层的。这三个户型呢有三房到四房，然后最小的面积呢是2000尺。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，就是一个标准的双车位的车库。因为它是比较紧凑型的，所以它的客厅是在二楼。现在呢咱们上到了二楼，咱们看这个客厅还是非常的宽阔的，而且呢它的层高是比较高的，非常的舒服。这外面呢还有一个大阳台。像这个户型呢是最小的，就是三房的户型，它是三房四个卫生间，所以呢它每个卧室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。这样的户型呢现在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设计，因为呢它可以兼顾一个低的成本，并且呢又有一个好的舒适度，所以呢它才可以做得比较实惠。如果是四房的户型呢，那就是一楼一个卧室，三楼呢是三间卧室。这些房子的另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它可以步行的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可以走着去的，并且呢还可以步行呢去泳池、会所、公园。咱们呢现在上到了三楼，现在在主卧里。咱们看到主卧还是有一个阳台的，所以这个房子呢它是一个双阳台的设计，外面呢就是公园还有泳池。这里呢是它宽大的一个衣橱，整个空间利用率非常的好。而它的洗衣房呢也做成了洗衣机和烘干机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，它不是那种上下的，而是左右的。这里呢是它的次卧，面积呢同样非常的精彩。现在呢是刚开盘90几万，所以呢有非常多的人排队，所以呢这里基本上也算是尔湾最低价位的三房或者是四房的新房了。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单独问我或者看我的朋友圈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